着你的双眼，深棕色瞳孔里面看不到我的脸，这结局有点直接，还来不及去想念，回忆全变成碎片，我该怎么拼接？假如时间回到那一天，那一天遇见你的瞬间，没有再看一眼，过去无法改变，未来无法实现，到底要怎么重写？假如时间回到那一天，那一天离开你的瞬间，没有再看一眼，至少天亮之前可以把你忘却，电话一直在枕边。在那